大家好，我是小朵。今天啊，油井冷，我估计海鲜不是很多。哎，来都来了，过去看看吧。走。哇塞，好漂亮！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块石头。挣扎吧。差点把泥漏了啊！洗头膏烧着，该说不说的，看看前面这是什么东西。来，哎呦，哦，十斤，哎呦，迷你八爪鱼，看到没？哎呀妈呀，这豆蛙趁王挖的把你都抠出来了都，啊！看到没啊？这东西你得会找啊，你不会找不行。就在沙滩表面上啊，很多朋友都看不到，来，包括我们这边赶海老赶海的，有时候都看不到。错了错了，看到没？看这个海星吐泡泡了，活海星啊！看，哎呀，刚在这边啊，捡到一个大毛蛤哟，你看看啊、哦。慢慢的拿起来的，看看，哎哎，逼上了，看到没？啊，好大一个哟！看这个大毛蛤啊，按理来说生片最好吃，但是，哎，玩不了啊。走在沙滩上，你能看到这个东西吗？小梭子蟹，看，好好找找，等到夏天的时候我再来抓你。这个梭子蟹大部分都在沙滩上，这一个子，这个什么事啊？怎么出来了？有点小，这个啊，太小了。刚才唰的一下钻到沙里面去了啊！黄蛤蜊，哎嗨，他们今天这个，哎好，有蛤蜊啊！我娘嘞，刚才一条直接陷到沙子里面去了，全湿了。来看看吧，全湿了啊，里面全是沙，全是水。哎呀，接着背，没办法，忍着吧。拿拿拿，看看啊，粘液，粘液，我娘嘞，这个大哟，呜、哦，一把差点没薅动，你看，爽歪歪了啊！哇塞，这个得要好几两啊！呼，刚才看到这边有战况哈、啊，来，过来看看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来，啊，你看看啊，带厮杀啊，这俩货。你看这扇贝哈，来咬住八爪鱼不放了，看到没啊？这不在这吗？咬住就不放了啊，光腿咬掉好几个了啊，咬断好几个了，看到没？你也有金钱呀，稍等啊，一块稍等。不行不行，不能再抓了，提前没有什么货，走了，潮水还没涨上来，但是白下，拜拜。